他的绿林村子的人家都熟悉啊，熟悉对我来说真正老的嘉宾村子里有什么老东西啊，给我去介绍，带我们去找一找了。到时候收到东西也给你留上啊，也给你一点啊。我说村子我多少，哪个家有哪个没有。好好好，都到都。我下次再给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我说有今天老好，他这边他家有。啊，大家好，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啊，你们也是啊，都在熟悉的是了啊。我们也是，那个我们就好，我们知道好价钱。啊，感谢感谢了。我说，哎，啊，老板好。我给你带个收拿拿个古董，哎，收老东西了，古董哥，我也收老东西了。有什么老东西了？有。先买过的那油是哪个？啊，还有明天发的嘛，要那资金嘛。这个毛衣乖乖。那啥衣服可以了，看啊，可以啊。多的啊。啊，好，可以可以。啊，也是多的啊，多的家里。对对对，可以拿来，都拿来看一下。那我都看一下了啊。哦，对。啊，行，这个也行啊，对对对啊，这个东西看到位没看啊？啊，到位了，看看啊。你这几个毛回事啊？这个又是，这个是一个梭洗盖碗，这个是老东西，这个有一个，这个应该有一个两百来年啊，这个也是东西，这个也可以，可以啊。这个青花梭洗四个洗的，八个洗的盖碗，老东西。哦，这个是。那个葫芦窝，那个做茶叶的啊，是对，做茶叶的茶叶的啊，可惜应该是一把虾壶，后面是说的漆啊，它因为它有一点做工了，搞了一点做工了，刻了那个龙笔拿法，灯海啊，对对对啊，因为它刻的是可能说的应该是一个虾壶，哦、可惜就是那里一点、啊，这个年代也不久啊，可能有个几只有个几十年啊，可能个五六十年六七十年啊，最多七八十年啊。这个就有一个两百来年，嗯，你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啊？没有了，没有啊。这个也卖吗？卖，你是不是缺这些呀？一个一千八块钱，一千块钱个嘞。一千块钱，这个能收一点吗？那千块钱就不能收嘞。这么多钱了，这个就能也是有价格四百五百左右，只能这个价格，我也多的不能骗你们了，我也因为要。就是要多的要交实实在在的价格啊，也不能骗走里面的东西啊。嗯，等一下一点了。四百五百左右，加一点了。接下来这个呢，这个呢就是我东西，因为是不法等了，这个年纪呢也不太久，可能个五六十六七十年啊。本来因为拿的话呢，价钱还可以啊，摆上了。八百块的，八百块左右的了。还是高的嘞。不够嘞。因为他拿了，没拿的话是没问题，八百块钱，但是也有点高，因为他年代不太久。怎么两样东西呢？两样东西给你搞个，这个要搞个五百块钱，这个要给你搞个，这个只搞个两三百块，搞个七百八十块钱，看可不可以卖。这个东西，这个拿来了，这五多的不然，这个你要卖也可以，不卖都可以的嘛，这个拿了。错了，这个拿了，七百八十块钱，那是你放在家里的啊。太熟了，差不多嘞。差不多啊。那个错了，你或者我们卖了错了啊。那个好，感谢，那我用了啊，把钱给你，好的，差不多的啊。这个手上啊。啊，这感谢老板啊，有什么好东西要留着啊，我们来买啊。啊，有了不留着了。啊，感谢啊，谢谢老板。是不是这边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啊，哪里有都介绍啊，我们到时候，我们能带的钱的话呢，也会要点你这里啊，要你也肯定要点帮手的啊。你不是了，你我以后也靠你帮忙介绍啊。好，现在给你点介绍过啊，以后呢反正都不叫你吃亏了。好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啊，对对，好好好，好。那有什么知道你们都大家互相，